尤克奥克力拿下来，我还以为你叫我帮他拨头发。我可以摸一下的，也可以摸啊，那摸一下啊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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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等一下标题又吓我，很可怕。好 ，OK， 哇，你这唱歌唱得太好啦，对不对？谢谢，而且你唱歌有特别练吗？其实这个就是在浴室里面练而已，对，厕所里面练而已。其实那些Disney 的歌啊，都是很有点那个公主的声音很重。对，我觉得从小可能这样子唱有帮助到吧。我认识上一个常常会这样做的人，叫做徐慧欣，哦，Yvonne 徐慧欣。他也是常常就是会唱一些公主唱的歌，嗯嗯，结果你看这个事业上面的成就就这么好，对不对？下一个就是你啦，对不对？谢谢。但是其实歌声好，长相甜美，个性迷人之外，你在事业上面也要遇到一些贵人才行。对，没错，对不对？你遇到的这位贵人长相平平，但是才华洋溢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一位呢不是别人，就是常常帮你做歌的这一位，对不对？对，让我们来一起欢迎鬼才黄明志哦，今天也来到了现场，对不对？哦，大家好，媒体朋友，大家好。哎呀，明志，明志好。明志，明志，你跟事业草好像渊源特别深呢，很早以前就认识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很早，就是一两年前认识。对对对。哦，尽量顺着主持人的话讲。啊，是啊，好久，从小一起玩到大。哎，对这个事业，对你对事业草的了解，你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是要讲真的还是？没有，都可以，可以的。对，就是他就让大家有新闻点最重要。就网络上看到就很可爱，然后那时候我是私底下就联络他，就那个 Facebook 嘛，就找他，就跟他说，你因为他在网络上自拍很多唱歌啊，就是那种很。Okay，很迪士尼梦幻公主可爱这样的东西，对对对，我就以为他是这样的人了。是，结果呢？后来有出来见面，跟他爸爸妈妈有聊，这样就是想要跟他相亲啊，不是合作了，合作啊。然后后来认识久了，就其实我觉得还蛮 man 的，还蛮 man 的。对对对，他有什么比较 man 的事迹？可是重点是他那些梦幻迪士尼的东西哦，他不是假的。他只是，我觉得搞不好他是双重人格，啊，对，哦，你的意思是说他有一部分真的以为自己是童话世界里面的公主，就是他还是那种 snowman 啊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Let it go， 就少女发梦，也是有，他也是有那一块的，只是他私底下我觉得还蛮 man 的。哦，蛮 man 的是怎么样？他会怎么做？比较大啦，比较粗鲁一点。蛮粗鲁的，其实真的吗？我好怕，因为我刚刚在后面看到四叶草在化妆的时候，他是盘腿坐的。这个是我比较少看到的，他是整个腿这样，他吃饭是翘着小腿这样子，没有这样吃饭，没有了，哇，没有太 man 啦，没有，而且一般，比如说男生，我觉得他蛮多男生应该蛮多男生追他的，可是一般上他都不要，啊，他不要，他为什么？他要都是他自己追回来的，他是会去主动跟男生示好的吗？对，他是追男生的，就是男生追的，我觉得他对我比较主动啊，哇，他的真的对没什么兴趣，就是追他的他都没。没什么兴趣，所以有特别喜欢什么样的类型吗？我比较重要，我会喜欢成熟的吧，我觉得比较能够沟通。成熟的，我觉得他蛮喜欢那些，没有，所以我说他双重人格啊。一般上看到花美男，他都蛮有兴趣的，可是你问他，他不会承认。他喜欢 K-pop 那些就白白的那种。对，那种我觉得是很崇拜，就觉得很欣赏。不过真的就是要成为自己另一半，我觉得这样太没有安全感了。这可以讲吗？你刚刚在后台上面，后台有讲过。对对对。就说啊，你看那个偶像什么很帅气啊，那个我也喜欢啊，但是你看我的 X。这照片能看吗？能看吗？好像你的是不是以前这个有约会的对象，其实不是外貌取胜的。对对对。啊，真的。可以这么说。就是所以后来才会这样。不是。就反省，经过一轮反省过后。是吗？是为什么？是那个，但那个时候是喜欢他们的什么才华，还是？还是你是公主，就把他们当仆人来使唤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其实就有他们都有自己的优点啦，跟特色。对，就好像我其实会很欣赏，就是男生如果有自己的梦想，想要做自己的东西，很认真，认真努力向上，对，勤劳的男生，勤劳的男生 ，OK， 就有梦想，然后有实践力，农夫了，农夫。士农工商都交往一轮好了，勤劳，好，我去试一试。但是讲到勤劳，
有一支 MV 拍的有多勤劳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。哎，这个时间花太久了吧？你们从一开始到现在大概花了多久？有一年的时间吗？就将近，将近，就断断续续。将近一年的时间拍摄了这支 MV， 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场景太多。对，是超过100个哎。超过100个场景，我们算过到130几个地方。对，130几个地方。造型也就真的换了130几个。真的，然后服装也是不停的换嘛。对啊，对啊。好厉害哦！这首歌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《好想你》。对，他的脸，他的脸从肥拍到瘦，瘦了又拍到肥，真的、啊。最肥肥到几公斤？这个你要问他。最胖胖到几公斤？嗯，52有吧？对，我现在52啊。对对对，我现在48、49。磅秤拿来，现场有吗？哦、oh ，没有、啊，而且他好像长高了。老板说没有，他拍对了，我有长高。哦，有长高哦、啊。拍的时候在成长过程中拍，一年里面长了10几公分是孕育的过程，孕育的过程，现在已经长大了，终于也把它拍完了，对不对？